的身体为之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手机送来了，你记得吗？嗯，不知道。以前听过没有？啊，听过。听过怎么？不记得。你问的孤儿之心呢？问的孤儿之心，听过的就应该温习温习的。你温习温习，把旧的也记起来，新的也明白了，这叫温故而知新。有谁记得这个无眼这个寄送吗？知道他念的对不对呀？错了，是法眼为观虚，慧眼了真空。他说的慧眼为观虚，法眼了真空。我一言有这种天才，把那个成语他会给改了他。我记得就是法眼为观虚，观虚地里，慧眼了真空，观真地。这佛眼入千日，他说果义以前是湖北人，所以他读这个日啊，就读成一个耳，佛眼入千耳，照一体还同，这还不错。这就这个日字，我每一听他读就读成一个耳，这是湖北的口音。我最初到湖北听这个，就这个胡子长老啊，在船上一听他，我听不懂，他叫日头，叫日，他叫耳，怎么耳头有什么毛病呢？你们以后研究研究这个寄送，是我念错了，是你念错了。那么我念错了，告诉我一声；你念错了，你就告诉自己一声。免得一错再错。慧眼，这个慧眼就是个智慧之眼。智慧之眼，明彻，明是无不知，谓之明；彻就是了，彻了，彻悟了，彻底了解了，彻。慧眼明彻，这个彻呀，好像那个水从上面一看，看到那个水底下，这也叫彻啊，所以叫彻底了解。等观三世，因为有慧眼了，又有法眼，又有天眼，又有佛眼，又有肉眼，所以啊，等观三世，
他这么样一看呢，这个时间呢根本就是假的，也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也没有现在，三世是平等的。虽然说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这都是假名而已。所以啊，等观平等啊，观察这三世。也就啊，平等观察昨天啊和今天是一样的，今天和明天又是一样的。你能观成一样的，又有什么好处呢？这就叫你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一念不生，一念不生，这叫等观三世。于诸三昧具足清净，诸三昧，于诸三昧，这个也就是说的，你修哪一个三昧，就啊具足清净，就成就圆满成就。你修禅三摩地三昧，你就得到这个禅定了。你修忍辱就得到忍辱三昧，你修念佛就得到念佛三昧，你要修一行就得到一行三昧，专一其行，所以叫于诸三昧，所有一切的三昧，你无论修哪个三昧，就是具足清净了，辩才入海。辩才呀，就是能言善辩，这个辩才，所谓四无碍辩，思无碍辩，法无碍辩，意无碍辩，乐说无碍辩，这无碍辩才，就是和任何人来辩论都是胜利的，不会输的，所以叫辩才入海。这个辩的舌辩这种才能呢，好像大海那么大，广大无尽的。这个海呀，是广大没有边际的，所以叫无尽。具佛功德，他具足啊佛的功德，尊严可敬，所以啊，因为具足佛的功德，所以一切众生啊，都应该尊敬，而庄严，恭恭敬敬的，恭敬这一切的圣贤、大阿罗汉、大菩萨，十方诸佛，则是可恭敬的。明天呢是11月30号了，那么这个金山寺有三位啊到香港去，香港的地方啊现在是很臭的，因为
人太多了，这个臭味啊，把这个香港也给改变了。所以到香港去教化众生是不容易的，是很困难的。不过困难之后就不困难，要不受一种困难，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就认为这个世界还很快乐。受过很多的困难了，就知道这个世界是苦的了。那么既然是苦的，我们要把它造成呢极乐世界，改变它作为极乐世界。所以应该呀，到各处弘扬佛法。这个佛法是人来弘扬的，不是啊，这个佛法来弘扬人。所以大到外边，本照弘法这种的精神，就要行这个六度万行这种法门。嗯，我相信到香港有一些个人呢给我写信，我也都没回信。那么他谁要问呢，就告诉他这个信呢我都收到了。还有新皈依的，去年你在那儿给他们打皈依啊，也没有发皈依证，是不是？没有了吗？没有。很多来着，怎么？那么在这儿啊，把我们这个临时的皈依证带一点去，到那儿回来会用。那么就是啊，这个事情。还有啊，就那个新皈依的，他你给他起的名字，他叫什么名字啊？他说写信来告诉我说他这个女啊失踪了，叫我给他找回去，就丢了。我怎么找，离着这么远。你们回去啊，帮他找一找。回来他已经回去了，已经找着了。那个陈大光，大光公司，他是大光披头公司。这个陈翠仓啊，是我一个老皈依弟子，他今年呢在八月间已经呢往生极乐世界去了。他在医院呢天天也念佛，念佛念念睡着了，睡着就往生了，这么样子，没有什么大的痛苦。他说给我寄了30块钱美金，也有寄了300块钱，我都没有收到。告诉他，他要问的时候，要不问呢就算忘了。知众生根入因化福，入法界藏，智无持别，正佛解脱甚深广大，能随方便入于一地，知众生根。那么这些大菩萨都具足佛的功德，令一切众生的恭敬。他又能知道啊，一切众生的根，
众生它是立根是顿根，立根它就说实相法，顿根就说方便法，说譬喻法，令众生啊明了开悟，入因化福，因为他知道众生的根性了，他就明白用什么方法来化度这个众生，所以啊说入因化福啊，用这个这种的法就是应该用的，来呀教化众生，来调伏这个众生啊，调伏众生是令一切众生啊啊，既然恭敬呢，又有一种啊敬畏的心，入法界藏，法界藏就是啊与这个法界合而为一了，知无持别，这个菩萨他的智慧得到无持别智，没有持别这种的智慧啊，才能证得解脱了，证得这个佛的解脱。这种解脱是没有一切执着了，没有人的执着，没有法的执着，没有人我的执着啊，所谓人空法空，空也空了，解脱门，这个华严经就是讲解脱，入解脱门啊，你到了解脱门了，一切都放下，放下就得到自在，自在就是解脱啊，甚深广大这种境界啊啊，是甚深而广大的，深譬如大海，广譬如法界，甚深就譬如大海那么深，广大就比法界更大，所以啊这菩萨这种境界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这些个菩萨在过去生中的时候，有的是做释迦牟尼佛的师父的，那么现在呢，因为啊诸佛扬化，又来呀、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所以这种境界它就是广大的啊，不像我们人呢有这种的执着心，它是没有执着的。法界藏，谁讲一讲这个法界藏，来听一听，可以讲一讲，可以讲完了。讲一讲，都还是要原来不勉强，
很自由的，是不是人管我？这现在是提倡你们来这个叫你们来做这个法门的栋梁，法门的这个柱子叫栋，这个叫梁，将来就越练习就越智慧大，就会讲。这个是为什么呀？In addition to what was just explained, which was very good, entering into the store of the Dharma realm, entering is. 天津好一点，但是不能呢，有一点进步就停止了。要多一点，要知道多一点，那更好。你说这种的脑瓜骨啊，这真是死了，死人的脑瓜骨。活人的脑瓜骨啊，这个脑袋的这个里边呢，这叫也可以说。是脑啊，也可以说是脑瓜骨，这死人的脑瓜骨，所以他不会想东西。为什么他不会想东西呢？就因为他已经死了，这个脑啊，不灵活了。怎么搞得不灵活呢？因为他竟用血来写经。把血大家都是这个写的干了，那么又加上一点心血，他也不会用了。能随方便入于一地，刚才还少讲这些。他能随顺这个方便法入于一地，这一地就是出地，虽然入了一地而就能入一切地，那么一切地他都能随入随顺方便入于一地。这个方便是不容易的，你看着是很方便的，行起来就不方便了。在这个菩萨行来是很方便的，凡夫行来就是很别扭的，很别扭就很不自然，很不舒服的。今天也不知道谁行这个方便法，你们谁给香港写信来着？说他们是昨天到，他们昨天也去接飞机，今天又去接飞机。昨天王太生在那儿等了一夜，由早晨呢等到晚间九点多。那么没有飞机了，今天是又去接。又去等，来王太生，也不知道你们谁来和他们开这种玩笑，预先通知他们的呢？今天他们接的电话，我告诉他们这是明天，他们明天又要去接飞机。明天这儿是礼拜六，香港就是礼拜天了。幸亏我打一个电话，要不打个电话去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一次他们三个人呢到香港去，回着这个佛法呀就会发扬光大了。在明年
他们回来路过台湾，台湾呢，他们回到各处去说一说法，回者就把这些个滑头的、渡的，没人有那么滑头了。我今天在车上啊，我讲，我说我不准你们做滑头，听见没有？没有听见？啊？没有。现在还没听见？啊、哎哦，在车上你没有听见，不错，你去做比丘尼去了。那么我说我所叫你们的，你到台湾那儿讲法的时候，第一句就是这个。说我们师父我没有旁的法叫我们，第一个法就是叫我们不滑头，啊，这是第一个法。第二个法呢，叫我们可以滑脚，可以滑足，啊，滑足呢，嗯，第一的可以会跑，啊，那么。降不了魔，你们就可以跑。嗯，那么这滑足呢，又可以说是滑雪。那么滑雪的人呢，都是可以叫滑足。嗯，滑雪，是金，嗯，那要滑，你脚上要不滑，它就跑不动了。嗯，滑足是没有关系，滑头是不可以的。啊，我说我是啊，造就佛教的心血，啊，心血，新鲜的血，啊，新鲜的血，啊，血肉的血，可是啊，这些个心血里边呢，我还不准它有毒，啊，不准这心血里边有毒，你要有毒也就没有用了。不但要没有毒，而且还要化毒，把这个毒啊，其他人的毒，有这种毒啊，也都给它化了去。不准有毒是什么呢？就不准有贪嗔痴这三毒。化毒呢，把其他人的贪嗔痴也给都改变过来。这是我的宗旨。这个周选德一听啊，他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么说的，所以他就要用手捂这个心呢，要记得清清楚楚的，我说你干什么呢？他说我这要把它放到这个地方，而以一切愿海所持。恒于智居，尽未来机，了达诸佛，悉有广大秘密之经，善知一切佛平等法，一见如来普光明地。入于无量三昧海门，于一切处皆随现身，是法所行系统其事，总持广大，记中法海，辩才善巧，转不退轮，一切如来功德大海，显入其身，一切诸佛所在国度，皆随愿往，一层供养一切诸佛，无边寂劫，欢喜无倦。前面这一段文说是一切的菩萨能随顺这个方便的法门，入于
一地，而以一切愿海所持。这菩萨修行就要发愿，这个愿呢大则行真，你愿要不大，有的时候就会退堕了。所以这个信愿行是缺一不可的。首先你必须要生出一种信心，然后又要发愿，发愿然后要去做去。那么这个愿呢，不是一个愿两个愿或者三四五个愿就算满足了，必须要啊发广大愿。这个愿呢犹如大海那么样子所持，由这个愿力啊所支持的愿力啊来啊帮助你。恒于志聚，那么常常的就和这个智慧在一起，也就是啊常常有智慧而不愚痴。你有智慧就生正知正见，你要愚痴就生邪知邪见。正知正见就是向佛道上走的，邪知邪见就是向地狱走的。你要想不下地狱，必须要有正知正见；你要想下地狱，那就是去存邪知邪见去。今未来际呀，那么这个菩萨他尽未来际了达诸佛稀有广大，他明白啊这个诸佛的稀有广大稀奇少有，有广大秘密之境。这种啊秘密也就是啊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知一切佛平等法，他能知道这一切佛呀所行的法都是平等法，那么诸佛所得到的法也是平等法，诸佛所说的法也都是平等法。一见如来普光明地，他一样走到这个如来就是佛这普光明啊这种地上，也就是啊他躬行实践这个诸佛如来的这种智慧啊。所以普光明地啊也就是一个智慧地，咱们这一些大菩萨都有这种的程度了，都有这种的地位了。若遇无量三昧海们，这些个菩萨既然得到佛的智慧了，所以他们就能入于无量的这个定力的这个海的门。他们的定力犹如大海，与一切处皆随现身，在这个一切时一切处随时随处，那么他随顺的
这个众生而现他这个身，是法所行系统起事，这一切的世间法所行所作系统起事。那么这个菩萨，这些菩萨，他以呀、这个同事的而现这个众生的前边，就是众生啊做什么，这个菩萨也现这个身去做什么。那么做什么是有什么意思呢？啊，他用这个四奢法，布施、爱语、利恒、同事这四奢法啊，和众生在一起，他就给众生一点好处，这是布施；爱语又给呀、这个众生说一点好话，令众生呢很欢喜听的；利恒，那么和众生呢一样的利益，同事和众生呢所做的事也一样的，总持广大。这些个菩萨他都能啊总一切法持无量意，这个非常的广大，集中法海，他集聚这个众法之海啊，八万四千法门他集于一身，他这一身呢遍行八万四千法，辩才善巧，他这种的辩才也无碍，善巧方便也无穷无尽，所以说辩才善巧，转不退轮，他转不退转这个法轮，修行啊只有往前进而不往后退，一切如来功德大海，这所有的佛的这种功德的大海显入其身，那么佛的功德大海呀都入到这个菩萨的这个一身之中，一切诸佛所在国度，那么所有十方诸佛国度所在的国度皆随愿往，随啊这个菩萨的愿力而往生，愿意到哪个佛国度就到哪个佛国度，一层供养一切诸佛无边寂劫欢喜无倦，那么他已经啊曾经供养过一切诸佛了，无边寂劫，在这个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大劫以前呢，都欢喜无倦呢，他供养佛赞叹佛时时的欢喜赞叹呢，而不疲倦，不能说啊，我小小佛法，我 I'm tired， 我对这个佛法就生出一种厌倦的心来，不会的。一切如来得菩提处，常在其中亲近不舍。恒以所得普贤愿海，令一切众生至身具足，成就入世无量功德，福有佛世界微尘数指金刚神。一切如来所有的佛得菩提处，就是开悟的地方啊，开悟啊正成佛果的地方，常在其中，这些个菩萨没有一位佛成佛的时候他们都在啊这个菩提道场亲近不舍，都是亲近呢这一位佛啊，不离开这一位佛，那么常常啊
做这个影响众，常常做这个当机众，常常做这个护法众，常常做这个供养众，常常做这个发起众，常常做这个常随众，常常做这个表法众、正法众，和这个显法众，所得普贤愿海，恒以所得普贤愿海。他们常常啊，以这个所证得的这普贤这种啊大恒愿海，令一切众生，使令一切的众生啊，智身具足，能有这个智慧身具足，成就入世无量功德。这些个菩萨都成就这么多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复有佛世界微尘数，又有一些有微尘数啊，这个佛世界啊，这个指金刚神，在这个道场里有这个指金刚神，就是护法善神，有很多很多的。这指金刚神呢，就是护法，护法就是指金刚神。这个指金刚神有无量无边这么多，他都是啊护持道场的，降伏魔君的。那么这护法，所有的在家的居士都是护法，护持三宝，供养三宝，亲近三宝。所以这个护法呀的责任就是护持三宝的，不是啊破坏三宝的，不可以毁谤三宝，不可以到这个道场里边来吹毛求疵，没有麻烦来造成一些个麻烦，没有是非来呀造成一些个是非。好像这个两个人什么佛法也不懂，他就想啊来管着出家人来，啊，叫这个庙上所有一切的事情呢，都交给在家人管。做这个杂志的文章也由在家人来写，出家人呢不可以做这个。我不明白这是谁教的他们这一等的法，啊。他们叫这个杂志呢是送给人看，不要啊要钱的。如果这个杂志是你拿出来的钱做的，这可以的，你说不要钱，你送给人，你要怎么样都可以的。但是这个做这个杂志这个钱一个偏你也没有拿出来，你有什么资格到这儿来呀，告诉这个是要送给人。为什么这个杂志要送给人啊？你根本一点的佛法也不懂啊，就按照自己呀这个意见来呀到庙里，愿意做 manager， 愿意做 boss， 来管着出家人，这种的思想，所以我很不满意的，我很不高兴的。那么他叫庙上做的杂志不要钱送给人，他自己叫这个给他做卡比，是我讲的例子，他每个月拿20块钱来做卡比，其他的弟子如果要是要这卡比嘛，要一份是12块钱，
那么他这十二块钱说是要先交给他，然后嘛，他干什么，旁人不能管的。你们各位想一想，这是不是一个很公平的道理？庙上做的杂志就不应该要钱，他们做的卡笔就应该要钱。这个卡笔还是啊，由这个法师讲的，不是他自己讲的。要是他自己讲的，他要钱还可以。那么不是他自己讲的，只拿出20块钱来做卡笔，那么旁人要用这个卡笔，就要给12块钱一个，一个卡笔。那么他这个生意是不错的，啊，我呀都不会做这么本钱很少的利息很大的生意。那么为什么我又说这个呢？本来我不愿意说这个。我呀，看所有的居士都要学这个这种行为，所以呀，那么我不得不和各位讲一讲，你们各位自己去研究研究这个道理。那么这是对不对？在三叠一个，一年也不来一次，来一次就庙上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好了啊！对谁讲的呢？对这个，这个。就被他念这个咒给迷住了，也不知道啊怎么样答复他。你们各位切记啊，要注意这一点。在我的道场里边，我不准有这样的居士，也不准有这样的破坏道场的分子。那么他想啊管庙上这个事情，我相信呢他要一来不管呢还没有那么害怕，要管一个月就把他吓得跑着10万8千里。如果他要来管啊，他一定是啊喝得连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了。在这个礼拜五，俺们这儿有3位比丘到香港去弘法，所谓妙色罗罗艳是金刚神日轮素基床之金刚神，所谓就是所说的这个金刚神有这个妙色罗罗艳是金刚神，这个妙色呀，就是这一位指金刚神呢，他见着如来呀，这个相好庄严，32相80种好，永远也不坏的。因为他见到佛的妙色相啊不坏，所以他自己也就啊得这种啊不坏的法，那么就叫罗罗艳是金刚神。罗罗艳是梵语，翻译过来呢叫什么？叫坚固。怎么叫坚固呢？也就是不坏的意思。因为他见佛的相啊不坏，自己也证得这种的法不坏，所以叫啊妙色罗罗艳是金刚神。这坚固是金刚神，日轮素基床是金刚神。这一位指金刚神，他见着佛的光明犹如日轮啊，素机闯，他素是快，机也是快的意思啊，素机很快的就
得到啊这个法床啊的庄严，所以啊叫素基床至金刚身，须弥化光至金刚身，清净云烟至金刚身，诸根美妙至金刚身，可耀光明至金刚身，大树雷音至金刚身，狮子王光明至金刚身，密焰圣目至金刚身，莲花光摩尼记至金刚身，入世等而为上首。又有啊这个须弥华光至金刚身，须弥也是梵语，翻译过来叫妙高。这个妙高啊花光，这个莲花呀放出一种光来，至金刚身。又有啊这个清净云烟至金刚身，清净云烟至金刚身。又有啊诸根美妙至金刚身，这一位至金刚身呢诸根美妙，眼根也特别美丽，耳根也特别美丽，鼻根也特别美丽，舌根也特别美丽，他身也是相好光明啊，所以他眼耳鼻舌身都长得非常好，所以叫诸根美妙至金刚身。可爱要光明至金刚身，又有一位啊这护法，这至金刚身的护法叫可爱要啊，谁见着这位至金刚身呢谁就欢喜的啊，他还有光明，大树雷音至金刚身。又有一位啊至金刚身呢，他叫这个大树雷音，他呀啊这声音好像雷那么响，至金刚身。狮子王光明至金刚身，又有一位至金刚身呢，他叫狮子王啊，光明至金刚身，密焰圣目至金刚身，又有一位至金刚身呢，他叫密焰啊，这有一种秘密的火光圣目，他这个眼目非常的殊胜的这个金刚身。又有一位至金刚身叫什么呢，叫莲花光摩尼记至金刚身，入世等而为上首，像更多的这至金刚身啊是金刚神中的上首，提出啊前边这么多的名字。如果详细说这个金刚神的名字，那是很多很多的，说不能尽。